我今年56岁，伫中基服务31冬啊。每天早起6:30就会入去眼科开刀房。伫医生开刀前，我就会把所有环境打扫好，让医疗团队甲患者伫安全佮清气内底开刀。虽然工作真无闲，毋过我嘛做啊足快乐个，所以我要阁继续伫遮服务阁较济个人。下晡来到病房摒扫，遮佮一般个病房是无共款个。环境空间嘛较大，除了用心，阁爱伫一定的时间内完成，所以伫遮爱特别认真整理病房，就亲像整理家己的厝共款，将心比心，让身体有病痛的人来到遮。会当住了较舒适，环境若好，对身体健康恢复嘛有帮助。我会记得30几年前深来遮做工的时阵，迄阵的工具。是足重的，是猪头皮，足无好用的。规工坐落来，手拢麻去啊。唔过，收到患者，摒扫的工课嘛袂当凊彩。一个月了后，我就适应啊。倒来时阵，大姐有教我扫裤脚的时阵，扫手爱是啊45度。涂沙粉啊，才袂飞起，这拢是经验。加听人的指导，我家己嘛爱学习，所以我即马嘛用这种心态来教新的员工。新员工伫工作上拄到困难来问我的时阵，我一定会把我的经验甲因讲。摒扫的时阵，动作要轻、真少，而且脚手嘛要紧。讲话的时阵要轻声细说。伫交予病房全面消毒进前，我会提早准备，而且教育团队要分工合作，才袂漏交。我会甲因讲，伫病院摒扫是一项。非常重要的工作。伫病院工作遐久啊，会知影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休困时阵，我拢会走去爬山，接近大自然，让身体勇健。安尼倒来上班嘛，较有精神。伫病院，医护人员是咧照顾患者。咱若把环境打扫好清气，对患者甲家属嘛是一种的尊重。这就是我伫中基服务31年的工作态度。服务别人比予人服务搁较好。